今天考五次，哦，这个也是很肥啊，要肥要漂亮，叉烧，好一排叉烧啊，都偏掉大了，题目，今天是五次。订单是我的。是那个白切鸡哦，看看今天的订单啊，沙娃，白切鸡乳鸽沙娃，啊，这个十五桌，基本就一个咸鸡，这还有一张，啊，咸鸡沙娃，订了大概二十桌吧，你要再来个十多二十张散单，好，今天晚上就做满，好，再看看沙娃，两桌的沙娃。还有一个散单的立盘，张数多十五桌的鸡，现在还没打，再打了几个。这鹅是刚上起来的，然后没有吹过叶，所以不太够干。然后卖完了不够，后面加的。好，现在可以上架。啊，两尾啊！再买个立盘。这个第二电梯，这个立牌怎么办？这么简单？第二电梯啊？肯定的呀。这三个白切鸡的。
你要怎么了吗？有没有叉烧啊？叉烧卖吧，卖完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切鸡啊！那现在他连鸡吧。你看这连鸡。十五桌的，连鸡就砍好了，再放一点。是要十四下嘛？十三下。上菜了，上四桌，现在轻轻温热它就可以上了。这里一边砍一边热。连鸡啊，现在可以上菜了。四桌，我现在先上四啊。上这个阿军。十五桌。好。那今天十几个？对，一分钟还不到就上完了。一个。啊，对。好，外面坐满了。然后这几个人是没有位置坐的，太多了，那里坐满了，这里坐满了，太多了。好，转转，把地盖来，不要淋上去就好了。啊，烧鹅，烧鹅两桌啊。烧鹅没有了是吧？还有个半只，最后一个半只哦。擂台可以，这个是烧鹅平天鸡哦，上案子卖。好，行。好，今天晚上啊，生意很好啊，全部坐满了。开的，这外面这里也坐完了，里面那里也是，那边也是啊。看一下大厅，你看到没？这里也坐了，那边也坐完了。